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给那个学习学累了，给大家玩一个小魔术。这位是魔术师，这位是魔术师宝迪，宝迪美女，今天感冒了有点，有点冷，看看。下面呢，什么魔术呢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的道具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圆珠笔，是吧？你看写到纸上是擦不掉的哟。然后呢，但是我们要写在宝迪魔术师的皮肤上，他瞬间就可以把这个用一个神奇的橡皮擦。橡皮擦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这个食指，用他的食指瞬间的就可以把这个墨水给擦掉，而且一点痕迹都不留。他是很厉害的啊。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了啊。看好了，我们把这个随便写个东西啊，写在宝迪的手上，随便写狠写深一点儿。好了，那下面呢，让我们的宝迪魔术师就见证神奇的时刻到了。来，宝迪，来，呀，宝迪妹妹好厉害呀，看到没有？宝迪妹妹是不是很厉害？是不是很厉害？什么都没有了，对吗？好的，谢谢大家的欣赏。